交给裴伟的时候，把姓名的手交给裴伟的时候，这一刻我们需要的是在大家的祝福之下一起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婚姻注册仪式。这个仪式非常的神圣，非常的隆重，因为它将会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即将牵起他们的手一起筑成一个家，在未来的日子风雨同路，手牵手一起走。而在这个时候，在我前方，在我的右手边就有我们刘培伟先生，在我的左手边就有陈秀玲小姐。刘培伟先生请起立。在这个注册仪式上，你需要对于你的另外一半，也就是我们陈秀玲小姐，许下您的誓词。这个誓词非常的隆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将是你给予秀玲小姐一生一世的承诺。我把麦克风交给你。我刘培伟愿意娶你陈秀玲做我的妻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时间还是疾病，无论是任何或者其他任何理由，我都会爱你、照顾你、尊重你、接受你，永远对你忠贞不渝，直到尽生命的尽头。我陈秀玲愿意嫁你刘培伟做我的丈夫，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或是其他任何理由，我都会爱你、照顾你、尊重你、接受你，永远对你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请的，好，我们秀玲先给妈妈一个抱抱。好，真的非常感谢本娃这一路以来的照顾，让秀玲今天终于可以成为人妻啊！真的，为什么说终于可以成为人妻？真的不简单，要养大秀玲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有请裴伟，我们先给爸爸一个最大的拥抱。好，是我们给他一个最大的拥抱，你们掌声有没有？当这一指把它套进他左名指的时候，这位小姐，我们陈秀玲小姐就是你家的人了，哦，未来的日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爱她、保护着她。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请秀玲，好，也把我们的这个戒指放在我们套进我们裴伟的左名指手中。今天的日子很特别，怎样特别？你我已正式为夫妻，也是我一辈子的老婆。慢讲，慢讲，不敢领呢，不敢领。这相遇是个美丽的意外。其实十几年前我们是同学，但从没谈过话，因平时很爱旅行就关注了你。上天安排让我们初次见面就在飞机场，就这样展开了我们这三年的旅程。
未来的日子尽我所能去完成你的梦想，我们的目标，环游世界。其实令我很感动的是，曾经有段时间你凌晨起身陪我去做工，晒太阳还淋过雨，那时候我就认定你是我的老婆，心里默默的感动着。这三年多日子不长也不短，谢谢你生活上的付出，也谢谢你工作上的帮助，也谢谢你一路走来的陪伴，和你在一起很幸福，我爱你老婆。今天是我们踏进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会改变很多事情。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牵手一同面对。相信这个美妙的缘分，三年前的相遇造就今天的我们。我真的很感谢这些日子，你对我无微不至，你对我关心体贴，你对我宠爱有加，你爱屋及乌，是一个对家人朋友非常好的人。我想要的任何要求你都会满足我，我想除了家人，你就是那个与我无血缘关系却对我很好非常好的人，只有你我会一直记在心里。几乎每一天你都会比我早起身，我要喝水，水的水壶里的都是满的。你对我的照顾体贴甚至比自己还要好，虽然这些都是小细节，但是都是生活上我最需要的。你给我的爱虽然简简单单，但却踏踏实实。有人说相见容易相处难，但是我和你相处起来我非常的舒服，一点我才能无忌的做自己。从今天以后，我们不只是伴侣，不只是工作上的伙伴，我们现在是正式的夫妻，也就是我一生的旅伴。我有很多很多的谢谢想要跟你说，但是我今天只跟你说一句，亲爱的，谢谢你。其余的我留着以后慢慢跟你说。I'm not afraid to
This is not perfect. This is not perfect.